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写意花鸟画啊，学到今天已经给大家讲了50多讲了。50多讲呢，内容是不少，但是和大自然的里面的花和鸟那么丰富的内容比较起来的话呢，我们50多讲并不多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画每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也就是每一个题材的时候，都应该把它的特征给它抓住。今天呢，我就打算给大家讲一讲月季花的画法。这个月季花很美啊，为什么叫月季呢？月月季季都看到它的花。我们要画它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要了解它到底是怎么长的。深入了解了它的结构和它特征以后，50多下笔才能有方啊。我给大家先介绍介绍这月季花。这个月季花呢是一种灌木，是多年生的灌木。它的茎呢，是木本的，大家记住这一点啊。如果是一年生，很多都是草本的，啊。那我们画多年生的这种植物的时候，茎就应该是很结实。啊，上面有粗糙的皮，啊，它能够很有力量，把这个叶子呀、花儿啊都能给支撑住，啊，这是啊这个茎，您记住啊，这个茎有老本儿，有嫩枝，老本儿呢，因为它是多年生，可能是去年的、前年的，嫩枝呢是新抽出来的枝条，啊，这样吧，我还是边示范边给大家讲。我现在调的呀是草绿，加了一点赭石。我笔尖上再蘸点墨。行笔可以稍微快一点啊，这是它的老本。为什么要行笔快呢？是因为它要出来一些飞白，有一些干的效果。上面呢，我们也可以给它点一些东西啊，表现它的这个粗糙。嫩枝呢，就应该是草绿，也可以稍微调一点这个赭石就行了，然后呢，它就从这儿啊就抽出这个新的条了。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是愿意点个点儿给它接上，也是可以的。茎上面有刺儿，这个刺儿呢，我们尖儿上调一点胭脂。这个刺儿的点法是这样的啊，一点一挑，一点一挑，这样有个尖儿。很扎手的，注意左右不要对着，要让它错开。也可以用小一点的笔，但是不要太小的笔，太小笔往往画出来以后啊，过于细致，有时候认真过分了以后就小气了。春天来了，春天来了以后呢，它就要长叶儿，藤黄花青。咱们先调的藤黄偏多一点，让它显得嫩一点，那个老叶儿就可以让它花青多一点。然后尖上呢又调一点胭脂，它现在长小叶儿了啊，有个红头。您注意了啊，我是一次性给它笔里面的颜色画进，最开始画的那个尖上有红头，也就是胭脂色，画画以后越来越少，最后没有了，这是自然的变化。再看一看啊，草绿偏黄，然后尖上来点胭脂。一组一组的，不要给它画得太分散，分散了以后反而不好，啊，自己给自己这个等于出难题儿。适当的补点叶子的这种茎、小枝子，我们在它的小叶上的勾金呢，也就是画一个主叶金就行了。这等于啊，又多了一层色彩，
好了，我现在画的呢是春天，它刚刚这个冒出点叶芽，再长几天您就会发现开始长骨朵了。这笔往下一坐啊，注意高低错落，疏密层次。这个表现层次的时候，也可以就是，比如说我在这儿画一个，在后面，啊，里面露出点颜色来。一会儿我再给您讲颜色啊，咱们先啊点上，点上您先看一看。这就是啊，这个花骨朵。又过几天，草绿尖上。来点胭脂，长大了。后来花儿越长越大，这个花蕾啊越长越大，给它冲破了。冲破以后呢，就形成这种情况了。然后呢，再长，再过几天又要大了。这点我呀。诚心要顿顿笔，因为它的下面呢有一个，子房那个地方啊是一个圆的，然后下面才是它的茎。您看我在勾这个茎的时候是中锋运笔，不能够侧锋，侧锋出来是扁的，中锋像写字一样，写楷书一样，这样画下来啊有劲儿，它是圆的这种感觉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再多画一点花瓣了。展开了啊，在某一种角度来说，它有的呢是背过去了，背过去的呢，我们先可以把这个花体给它画一画。这个花瓣啊，这个在侧面露出来就多了，这就是稍微侧一点，还不是完全侧。在我们画面当中啊，完全侧的那是比较少的。大叶什么样？您看啊，我现在调的是草绿，现在花青成分稍微多一点，甚至于我笔尖上要调点墨。叶子是这样的啊。有人说了，原来您讲过那个凌霄、紫藤也是这种长法，确实很接近。它呢是椭圆形的，叶茎的四周围啊还有齿，顺手就点点点儿。这个点点什么地方呢？就点在这个靠近边缘，有的时候可以进去，有的时候要出来。这个就是写意手法，表示出。边缘有齿儿。说到这个叶子啊，咱们就说说啊，有一些植物它在这个特征上来说是比较接近的，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叶子，这个叶子的画法和凌霄啊还有紫藤接近没关系，我们主要是存意啊，花上不一样，月季花是什么样的呀？啊，紫藤花是什么样的，凌霄花是什么样的，最明显的区别在那儿。有同学呀、啊可能要问了，说这个月季花跟牡丹花有什么区别呀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啊，我曾经看到过有些同学的，月季花的作业，啊，实际就是小牡丹，这不对。月季花花瓣它是比较齐的，牡丹花的花瓣那个边缘呢是有齿儿的，所以呢，在这点上是一个区别。画牡丹花可以切瓣。切瓣的同时点出齿来，
但是要画这个月季花就不要这样去做啊。我希望同学们呢平时除了观察也可以画画速写。我这个写生呢大家可以看到花瓣的边缘来说有变化啊，但是没有更多的小齿。这一张来说呢就更明显了，边缘是比较齐的啊，它也是有大瓣有小瓣啊，花心部分呢它是隆起来的形成一个花心，然后呢这个大瓣是比较舒展。那下面呢我就讲一讲这个花怎么画。这个花的颜色很多啊，有红的，有粉的，有黄的，有白的，还有紫的啊，各种不同的颜色。但是我们画起来的时候呢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。我今天示范的颜色呢是用胭脂来画，先调点白粉，这个白粉呢比较薄，千万不要调得太厚，白粉厚了碰上胭脂就发黑了啊，这是个经验。我在临画的时候呢又弄了点深的胭脂，侧锋花心儿，用的毛笔呢您可以用大白云，或者是啊比大白云稍大点的，别太大，因为初学的同学啊往往是笔大了以后往下一坐花瓣大了，越添越大，越添越大，最后啊跟牡丹花差不多了。我还可以画这个方向的，我再让它浓一度，我又多调了一点，调到笔根儿。现在我又调了点浓的，我现在呢要找这个外面的花瓣，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，水分千万不要太大，如果在纸上阴得一塌糊涂，这个层次不好出来了。同学们呀，多画一画就知道了。运笔呢结合着它的结构去走，注意呢就是花瓣啊有大有小啊，有密有疏，外围的花瓣比里面的花瓣稍微深一点，这样从形上来说呢它是容易把握它整体的大形，需要调的时候就调。这样呢我把这个外围的花瓣添上了，这个有必要的时候呢它应该是有所联系，如果没有联系的话呢外围就显得太碎了，外围寻求一些变化。还要注意呢不要像牡丹花似的出现很多的那种缺口，加的时候呢笔尖上深一点，这样出来以后效果呢就是好像是两层。大型出来以后呢我现在笔要调干一点，笔尖调一些浓的胭脂，太干了也不行，它里面的这个花瓣啊经常是一种三角形，只有这种三角形出来以后它才感觉出来它是月季花，这是它区别于牡丹花的最大的一个特点。这个干笔可以出现在中间，在外围来说呢尽量润一点。我还是拿刚才那支笔调的是草绿，花青稍微多一点，然后尖上呢再来一点胭脂，中锋行笔，让它有力量，如果它没有力量这么大一花头支不住了。用一支小笔，藤黄加点白粉，点点这个花蕊，花蕊的点法呀和牡丹花的花蕊可以基本上相仿，一定要加白粉，如果不加白粉渗下去了，渗下去后它不明显。这个有的花啊花蕊并没有露出来，但是我们作为写意画来说有意识的点出来，为什么呢？点出来精神。下面呢我们就要临摹一幅画，大家看一看，此花无日不春风，大家看它不是胭脂的，也不是那种曙红的，是什么颜色呢？我管它叫酒红色，就好像红酒似的啊。方法是这样的啊，调淡朱标，
调到笔根儿，我现在笔在转动，你不转动的话，就是下半拉有，上半拉没有，那是不对的。我现在刮，刮的时候也在转动，大家在这方法上一定要注意啊，多余的水分不要它，不让它阴得太厉害，让它吸进去又显得很润就行了。然后调曙红，曙红在尖上调啊。这笔呢，你看我在捻管，注意啊，不要白粉了。如果白粉和这个朱标调在一起的话，就成肉色了，不好看了。注意大家不要画中心上啊，对角线上，这个应该躲开一点，靠左上一点。这个外围呢，这个花瓣啊，它属于侧面了，侧面的呢，它就显得稍微薄一点。用笔呢要灵活，这个笔上去以后呢，有个挑动，方向上要有变化，不是直来直去的。啊，也可以稍微加一点胭脂，让它啊显得稍微稳重一点。它能够和这个前面的花儿形成一个对比，它把它压住了，层次上就推出去了。笔里面比较干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不是调水，而是这儿有这个淡的朱标。现在咱们笔根朝里。我们临摹都属于意临，因为临摹很像，不是目的，临摹学法才是目的。意思到了就行了。这是要出，外围要求是参差不齐。我现在把笔稍微洗一下，我又再调淡淡的朱标。然后刮一刮，这是咱们又复习了一下啊，用笔尖调点曙红，在这个位置啊，比它高，绝对不能说平齐，平齐那就坏了啊。我可以在这儿啊再添点花蕾，让它错落。花蕾本身在画面当中是一种活跃画面的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花啊需要有一种生命力，所以花蕾很重要的。现在呢，调的是草绿，尖儿上来点胭脂，这是要开了。我现在没往下拉啊，这个呢，小骨朵，随时补充点胭脂。这个尖儿挑出去，下面要有一个点儿，一会儿那个茎啊就连在那儿。这儿呢，也给人一个这个花托儿。这么走。我现在再调点草绿，颜色比较深了，啊，然后呢，再来点墨，你看顿挫，这么走啊，顿挫着走，这儿也可以，这是老的，这是嫩的，我来调叶子的颜色。叶子的颜色呢，就可以水分稍微多一点了，啊，现在呢是草绿，我们在变化的时候啊，是在这个笔尖上寻求变化，比如说我现在加点墨，可以加的不多，把有些地方给它盖住啊，这是主要叶子，这个主要叶子呢，因为尖上加了墨了，显得是最沉稳的，我现在再调草绿，我可以尖上再调。胭脂，尖上蘸点水，一看就是在后头呢。也可以这样，草绿尖上来点
赭石。这个赭石画上去以后啊，它就显得虚，它不像胭脂或者是墨，它也是发红的，不能够老是那么清清楚楚的啊。如果说没有把这个压住，没有压住的话呢，它就是后头的，就是远处的啊，不一定非得给它压住。这个镜太光了，太光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出点小枝，啊，这个小枝在笔尖上一定要是胭脂，红头嘛，啊，一个太单了，太单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啊，给它来点陪伴，这个后头啊，我们不去描它，啊，给加一点可以了，到最后的时候啊，还可以。再稍微再整理一下，看看啊，枝干如果不够的地方，再补补枝干。画刺儿，这个笔呢可以硬一点啊，一点，一挑，错开，让它很锋利啊，这就是这种花的这种特点。您记住有这样一个规律，就是拿颜色画的叶子，叶金要早画，它不会太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颜色比较厚，这样画上去以后呢，它不会太阴。那相对来说，拿墨纯墨画的晚画一点叶金。顺手勾点儿啊，点上。叶子的方向。完全靠现在来决定。有些同学啊，特认真，把那个工笔画的那种啊，画法就用在画写意画上了，不好。为什么不好呢？太细致了，显得太拘谨，小叶儿只勾主叶筋。意思到了就行了。那这个叶子怎么勾啊？拿墨勾不行，把笔涮一涮啊，不是涮得特别干净，这不有胭脂吗？或者是赭石加一点，啊，胭脂也许太漂亮了。这是一个虚叶子，后面那个又深一点了，深一点以后来点这个啊，随时变化吧，最后调整调整。白加上藤黄，刚才说了，不加白绝对不行啊！加白它就成了不透明的，不透明呢，它就盖住了。这个地方啊，本来是露不出花蕊的，为了表现它的精神，所以呢，点一点花蕊。因为这个气势是这么走的，啊，这个空白是没有太大的用处的。来一点淡墨。看好整体关系啊！来点花青。这个空白呀，不能让它太翘，啊，这个翘呢，那就是说它太突出。这样把这空白给它盖一盖，啊，而且色彩呢显得更丰富了，啊，这个花青是很干净的，花儿是浓艳的红颜色，叶子呢是有绿有墨啊各种颜色，这里头呢颜色都比较重，比较这个湿润的这个地在这搁着呢很舒服。
这个题款呢，根据这张画的构图的需要，应该在左边提一个长款。这个款啊，如果说提短了，这下面的空白又很大，啊，它呢在过了中线往下再补一个章，啊，这个位置是最好。如果再往下跟它接上也不好。明章我用的是阴文章，闲章我就用阳文章，这样呢形成一种变化，别让它顺了。今天呢，在这个课堂上，我带着同学临摹了一幅作品，啊，把这个花的这个用笔呀、颜色呀、叶子的形状啊，怎么去颜色上去求都变化呀，这些啊都跟同学们讲了，啊，然后同学们呢还可以看看我这几张范画，啊，各种构图，啊，各种效果，我希望您把它画好，装点您的居室，装点您的书房，让这个月季花呢能够天天为您开花。是吧？让您的心情永远是舒畅的，啊！好，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儿，同学们再见。